谢谢棒子的猪猪你哦。半夜偷袭，你说圣血真吗？谢谢吉宇宙的和你一起。我想说那个频率太多了，隔个几天发。谢谢坤坤的一封信。谢谢花生的猪猪你哦。谢谢十一的戳戳你。长袖，因为 T 恤都太常穿了。哎呀！谢谢法兰生的戳戳你。谢谢志宏的戳戳你。可以聊什么？谢谢吉米做的和你一起。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话题的。不会啊，因为有开冷气。谢谢周的什么星座？昨天的演唱会，昨天的演唱会就是看起来很热，没有什么。这一行要毕业了，对的。看起来就很热，而且只有16个人，是吗？所以换场，感觉就很紧迫。
但我真想说，为什么你就当作是防晒？可是我们也蛮常在户外的吧？之前校唱也有在户外啊，大港也是在户外，只是我们没有跳到那么多首歌，所以不知道。有的人就是比较不太会流汗，有的人就是可能光站着就会流汗。嗨嗨嘻嘻，今天的户外，今年的户外活动还有机会，还有三个月，是吗？还有三个月。最近才发现房间吸晒，强到可以让你晒黑。我平常的话都是窗帘拉起来，外套看起来蛮热，西装外套应该很不透气吧？虽然它是七分袖，比较可能凉一点，不是那个吗？那个叫什么？马吉姆里那个 confession 是吗？看起来比较热。谢谢西西的香槟，应该还可以吧？而且它里面不是衬衫，好像蛮多人里面都是背心衬衫。刚起床吗？没有，我今天六点就起来，然后就睡一下，然后起来睡一下，起来。谢谢西西的爱恋巧克力。额头都已经像是下雨这样子。然后就到下午两点，然后化妆。失眠也不算失眠，就是没有很想睡不下去。就是六点起来，然后七点再睡了一个小时，然后九点起来再睡到十点。聊天有啊，有 IG 或 LINE。今天说话慢慢的，因为没有什么话，所以就慢慢说。看完演唱会睡不着，也不是演唱会的问题，就单纯睡不着。太看讲了，对，我这个人很容易把一个话题结束的太快。台风天毫无感觉到台风天，有听到外面有风，但没有到很台风的感觉。回笼觉有做梦吗？我真的是一个很少做梦的人，所以也许是我忘记了，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，应该是没有做梦。
出门是星期六的时候，礼拜日在家，一直都在家。嗯，嗯，应该是忘记，不然就是根本没有梦到。没什么做梦，我通常醒来的反应都是我刚刚应该没有睡很久的反应。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梦，就是感觉是一个没有熟睡的状态，常常会被赖吵醒，然后就会起来看一下，再关掉，关掉提醒。开机，可是有时候要设闹钟，不知道哎。我觉得设静音的话，闹钟就不会响，所以我都没有设静音。但我会把 LINE 就是它可以关提醒，关到早上八点，会关到早上。静音闹钟不知道，但我以前就有闹钟没有响的时候，所以我都是打开，我会把静音那个打开。中午好哟，最近还干嘛？看看眼睛，看看推测，还有什么 IG。 今天的午餐是 Sukiya， 全部都不会写，动笔画些什么？最近吗？最近完全没有想法。最近平板都放着，咒术漫画。我本来想说我把动漫看完，然后从动漫后面开始补动漫画，结果呢，结果我就想说，好像是说从64话还是几话开始，然后就好像漫画还是有一些动漫没有，动漫还是有一些漫画没有的东西，所以就想说从头开始看，所以我就姑且是从头。现在进度大概二十几吧，二十几话。嗯，完全不知道哎。听说不是说，因为我这个人是喜欢先知道剧情的人，所以我在看动漫之前就先去看了一下故事内容，就第几集在演什么这样子，然后就先去看了还有什么漫画的对照这样。他说什么
动漫完结之后的之后的剧情是什么？五条查了每一集的大纲。先踩雷就再不怕。对，五条老师被封印。对啊，看到这个我就没有很想看了，没有他的戏份。所以我突然就没有动力了，突然就没有想看的动力。最强不在了，我就不想看。什么时候才要出来？因为我的乐趣就是看很强的人打秒杀那个敌人，但现在呢，就是通常都是主角也会被敌人一直打爆，我就觉得怎么有办法这么弱，所以没有强的人在，我就觉得我看不下去。打怪物弹珠，秒速金，那个很酷。看动画觉得很开心，对啊，我就是看动画，但是就是现在嘛，就不知道哎，因为漫画。不太有那种超强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画不太出来。嗯，还是要有动画看起来比较浮夸。骷髅头的角色会看，什么叫骷髅头的角色？被封印前还有开卡一波，那我就先看到，找时间再看。我没有画，那个不是我画，有声光效果比较有感觉。对，声优真的是也很棒哎。骨头人魔法师，不懂。音效加持，还有颜色什么的，就很酷。我的话，谢谢勇的告白气球。我喜欢声优，对，我喜欢声优，但是我没有特别去记。咒术回战的声优有谁？我大概就只记得那个主角的里面的那个坏人，应该是那个吧，周访部，听起来很像。我没有去查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就是都觉得啊，好像很熟悉的声音，但完全猜不出来是谁。史莱姆是什么？熟悉的声音，五条老师真的长得很帅。谢谢。
你女儿很爱看史莱姆。史莱姆是主角是咖啡色头发那个吗？其实我不太清楚，就我印象中应该是。推荐看漫画，帅不蓝色。主角的头发是蓝色，蓝色。那我可能不知道。中村优一啊，南坡都。主角没有听过。第一集是黑色。头发是谁？我不记得啊。史莱姆是什么？是最近的吗？还是已经很久？很久了啊？那我不知道哎，完全没有看过。但姑且我这个名字是有听过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听。完全没有印象。嗯，完全不知道。但为什么有听过这个名字？听过名字，但完全不知道他在演什么。咒术回战。伊塔多里尤吉，伏西古罗，めぐみ，クギサキノバラ，五条サトル，両面少な，跟鬼面差不多时间好，但那时候还是封鬼面的比较多啊。是这样子，我是有听过名字，就是我以前大家在看鬼灭的时候，我也是听过，但没有去看的，是到后面他已经出完很久才去看。怎么样都会看到广告，不知道。但我没什么看电视，没有什么看到广告，我这个人就大概只有 YouTube 的广告。斯科呢？如果要说主角跟斯科呢，我应该会选斯科呢。但是那样也没办法拉你入坑啊！你说什么鬼灭还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我在阿北上家看，我才看一下。眼袋要被画，很帅啊！他有两双眼睛，四只手。喜欢带邪气的感觉，我喜欢看起来很强的人。那声优真的选得很好哎，很有王的感觉。强的就五条啊，所以我就说我喜欢五条跟斯库拉。梅兰应该很漂亮。风格强烈，就是很帅啊，但是五条
嗯，他还是不要带那个那个是什么？遮眼睛。他可以戴墨镜就好，他不要戴那个。谢谢吉米做的和你一起，一看就很强。对，眼罩，对，因为戴眼罩会有那个爆炸头，充电宝。墨镜很帅啊，很帅。我有一个，我喜欢动漫的角色有一个共同点，叫做很多角色都是银色头发，银发。就通常不会是黑发。我还真没有看那个，银发通常都长得很帅。奇亚是那个吗？猎人。他说银发族群吗？阿姨吗？阿姨是不没有兴趣。喜欢啊，黑执事的那个死神，英法的，还有通常是演狐狸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头发都是银色。起码呢，不是一，可能他死鱼眼，所以我没有很喜欢。漂亮的眼睛，可能他没有看。现实中没有看过什么好看的影吧。强子标配，真的很帅。这完全是女生的脸啊，这根本不是男的生的。我那时候看到想说你长这么漂亮是要做什么。这个有点画的太漂亮了。金木眼也没有看。干嘛要把它画得这么漂亮？美男子。可以再不要这么很像女生，长那么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已经不像男生。通常都是很强，又很帅，又很漂亮。但这个头发真的是很没有 feel， 希望他一直放下他的头发。白发银发不一样。法很帅啊，黑执事还有什么银发，
来其实也是没有几个。第一次领域展开才开始，没有哎、欸，我应该是从刚开始主角变成啊吃了那个手指头那边开始，反正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很帅。为什么银发呢？是银发应该很多。怎么突然这么多人追踪？吃巧克力周边。八位很帅。啊，红包。第一次开一个，对啊，但是他那时候没有把眼罩弄上，我也觉得他很轻浮，是蛮轻浮的。反正是动漫的角色嘛，所以没有关系。谢谢 Steven 成为粉丝团。谢谢许阿北开通粉丝团。嗯，这样看好像其实没有几个，但要说其他的男主角，我还真想不到。开挂时间不算多，听说要出剧场版，不知道啥时啊，12月24号，年底。看过十三，我没有看过那种集数很多的，应该没有吧？我没有认真看。日番谷是谁？为什么好像？哦，不认识。我以为他的官方的那个里面应该会写的详细一点，但发现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写。呀，反悔。
敌人还是会更强。一方通行，一方通行很强，只是我对他没有印象。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懂。一方不帅，后面洗白了。确定是萝莉控？他是好人也是个坏人。我没有认真看那个动漫，就是我不知道。我印象中我是乱看，就是我没有顺着看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的顺序是怎么样。反正他就是有点，我不懂我看的什么。Fate， 我也没有看那个，我真是小孩。射雕像灰色，对，你们现在讲的，因为我认识的真的不多，我刚刚讲出来的应该就是我认识的最多了。呀，越讲越老了，对，你们讲的我大概知道，但是我超级不熟悉。最近有看什么？我真的看很少啊，我看的所有东西的进度都异常的慢。我最近就真的只有《咒术回战》，没有其他。呀，五条老师的真人版会喜欢谁来扮？啊，我对真人版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可是我通常都是看到，刚开始的那个什么定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都会觉得很难看，但到后面他如果演得很好，我就会释怀。但我是一个可以接受，如果好看的话。烂尾比较多，二次元太完美，对，二次元太完美，三次元尽力了，最后释怀，最后释怀，微恋吧，微恋真的是，整体来说我没有很喜欢他的选角，但反正是最后妈妈嘛。
大拇指的指甲分裂了，所以只好剪掉它。微恋吧，我其实没有看过太多动漫的真人版，所以也不能说什么。很裂，没有，就刚刚突然不小心抠到，然后他就可以撕下。还有那个，先看结局。还有那个什么。灰夜姬，但灰夜姬不一样，是因为我先从真人版开始看，所以，但我确实觉得动漫的男主角长得没有很好看。我第一次觉得三次元好像长得比较好看。就慢点看。现实版帅哥，现实版跟动漫的样子有点差距。天才头脑战，对，但也许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动漫，所以不太一样。反正只要适应了哪一边，就会对另外一边非常的不适应。而且灰夜姬感觉他的整个故事其实没。可以早点结束，但他就是不结束。快点去结婚，在那边拖。只能说，我看完《咒术回战》，然后就去，Google 找，然后就看到了一堆虾皮。之前，Uniqlo 是不是很常出那种联名的 T 恤？然后就看到虾皮有卖，但我没有买，我没有买。因为我T 恤有点多，因为我 T 恤有点多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妈，想说反正这么多 T 恤我也穿不到。之前联名，对，现在不是那个吗？有啊，手臂。大家都有点多，买圣诞 T 之后就不需要其他联名 T， 圣诞 T 真的是很多哎、
看完会想买 T 恤。还是要看他的 T 恤好不好看啊。有的 T 恤好看就可以，就会愿意买。这不是为了买而买，就是他好看，然后就可以买这样子。Uniqlo 对我来讲。一个缺点就是它的 T 恤通常很软很薄，就是洗一洗就会越来越松。手指，应该没有兴趣，手指不会好看到哪里去。我之前在 Uniqlo 买了史努比的 T 恤，然后就洗到后面它就开始起毛球，然后越来越大件，是太软了，它不是这种，怎么说，是非常的有弹性，感觉它的 T 恤非常的有弹性，就拉一拉感觉就会松掉的。没有很喜欢那个材质。不是厚绑，对，不是圣诞 T 的那种。圣诞 T 也有点软，其实圣诞 T 也有点，只是比圣诞 T 还要更容易变松的那种感觉。有些比较贵会好用，但通常 Uniqlo 的 T 恤就是那样子，也不好说。我有一件红色的 T 恤是 Uniqlo 的，那个就是我喜欢的材质。都买几件。算是圣诞 T， 圣诞 T 算已经算有一定的厚度了。好可爱哦，是袜子。圣诞 T 是蛮耐穿的。再厚不会热吗？我觉得再怎么厚都不会比上面有图案还要热，上面有图案真的是很热，会黏在你的背上，超级不舒服。可以左脚穿一只，右脚穿一只，看起来超奇怪。西亚的第一件圣诞 T， 热转硬的才会黏，但就是有好有坏，颜色的饱和度跟那个洗一洗会不会淡掉这样子，这样穿的吗？是很方便啊，脱鞋的机会不多。如果两只都穿一样的，反而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。
谢谢谢谢这位素体，有的 T 恤真的很，我以前有一件陈诗人送的那个小岛洋菜跟谁来着，我的是谁来着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小岛洋菜的 T 恤，然后洗一洗到后面它已经快消失了，看不出左右的脚。不是，我是说穿一样的会有两个一样的角色在你的脚上，好像有点，会不会太，好像其实都差不多。我如果穿了那个，我的脚就会变得非常强。来台湾那件。不知道，不是是有那个吗？就是小岛洋菜跟某个成员，某个 AKB 成员的合照的一个 T 恤，那个 T 恤穿到后面就会越来越淡，还不强，那个是心理层面的强。应该说有时候会感谢那个在台湾没有什么日本的那种正版，就是没有那种，他们通常不会到台湾来卖，所以不会破费，日本的联名真的是太多，分墨的好像会越写的，对，所以我说圣诞 T 如果用那种应该就大家会不敢穿，不然会破产。我是不会到破产，但我就是会想买，然后又买不下去，然后就会一直处在一个想买又买不下去的状态，一直懒得找那个。我是找了，我会找，我找了，但我会放弃。其实我虽然找到，然后加入购物车，我就会放弃。康多利 ，Mom， 咖啡 Olay， 想买但是好贵，对，想买但是好贵。真的挺还久嘞。台湾买的唐吉诃德，它的价格抑制了你想要的，因为运来台湾就要花运费啊。虽然我上次好像多付200多还是多少，就是栽培的钱，他只能用栽培。盖在别人的衣服外面，盖在谁的衣服外面？运费都要比本体贵的意思，也是没有啦，我姑且。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那次是买衣服，所以运费是不会比我的东西还要贵，但如果我是买那种小东西的代购的话，可能就会运费比我要买的东西还贵。可是帽子，你们夏天又不可能穿着帽子。你可以在 T 恤里面穿一件帽 T。
他都没下定。第一个做可能会破产。只是那个吗？手指头，手指头。他这样摆在中间，看起来很像中指。台湾冬天也可以穿短袖 T， 是没有到这么那个啊。还是要穿一下长袖，好不好？哪有那么夸张？挺帅的。充电的。大家都买。现在写真的吗？刚刚发现我的图有点。有点那个，这个有点厉害，怎么个说法？要来的人太多了，还没，等所有人也配。让子弹再飞一下，说你签错订单，签字感觉一下，这种裙子应该大家都多少有吧，因为白色百褶裙很好穿呢、啊。看一下为什么我的白色不像白色，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我的白色不是白色？按错，什么意思？主从，我问他说要付十二起，他就挂你电话。诈骗到生血真的也是蛮厉害。这个裙子一般会拉什么？它一般就是高腰的、啊，它其实本来就是高腰的裙子，所以很正常。但是白色 OK。它一开始就是这么长，就是上面就是这么长。拉高，你就会看到有的人的肚子只有这样，有的人的肚子有这样，就可以看得出谁的身体比较长。
要就会折肚子。不一定啊，你如果肚子长比较高，可能就折不到。未满十八岁穿的裙子，是吧？你看谁那个胸部跟裙子之间露肚子的部分比较多，就代表谁的肚子比较长。但有的人听说他没有，这边没有别没有拉上去，你会看到有的人有拉上去，有的人没有拉上去。双肩带感觉就是你会看到有后面会长的，就是这就是这边有折上去，然后这边有绑起来这样子。就是他想要。因为太长，衣服，他可能想要有肚子有露出来，所以他就会把它这样卷上去。就看有的人，有的人连这一条，这一条就也折进去了。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没有那个吧，没有卷到上面去。这个呢，就是卷到里面去的版本。我不知道哎，反正就是，反正我那天就是姐姐就自己卷了，我也不知道前面的人是怎么样，反正我只知道我自己有卷上去，这应该就是没有卷，但是我一点点一点点都没有露出来，应该是没有卷上去。平点大家的业配，干嘛平点大家的业配？我发现那个护腕在前面都看起来蛮紧。可能到后面就被摧残，被摧残的护腕，指示最多的是没有什么指示，没有太多指示，过来一点这样子，进来一点，再往前一点这样，大概就这样。被拉到弹性平衡，可能他拖是这样拖下来，踩一只金钩子，我是踩一只金钩子。自由发挥，自由发挥。拉到翻车了，我没有看到有人翻车。被抱进去，
可能比较小只的人可以吧，比较大只的姐姐就会叫你自己进去，就不给你椅子，就是你自己进去。出来怎么出来？就是会先给你一个椅子，然后你先把你的脚放在椅子上，然后姐姐会拉你上来的，就是比较大只的，你就可以脚自己跨进去，应该就进得去这样子。面包的姐姐又不是大力士，你以为姐姐有多壮？姐姐应该也跟我们差不多吧，购物车只有一台，购物车要两台，要做什么？会闪到。对的，等他进去。金柚的和你一起，是点的。腿还真难转，上尾裤吧，我不知道，但我那台购物车好像不在公司吧，不知道那台购物车去了哪里。撑到这里，你是觉得我们会有多少消息？我们看到的人根本没几个。没有头绪，午安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我现在就是每天躺在家当一个废人。看来前时间还有50分钟，
还有 cover 姑且是弄好的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穿。穿浴衣，浴衣，我觉得他们有办法穿木制跳舞，真的是很厉害。就会觉得很难，有的木屐它前面会斜斜的，就很容易往前倒。最近看 TikTok 也没有什么可以拍的东西，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。穿那种木屐脚很痛，应该是前面这个吧，脚趾头。那个，因为它只有拇指这边，这样子，这边很痛吧。所有支撑点就在那里。嘟嘟嘟嘟嘟。现在还能做什么？呀呀！夹脚拖的话不行。好可以画画的事情，自拍就这样，没有什么好看的，我家不好看。我没有浮夸的道具，五条老师，我就说我没有画五条老师，到底在哪里？你们才会幻想，我超不会画男生，但是我根本没有尝试过，超难。我手上呢，我的手上姑且是。停在五单的进度，然后没有，现在没有进度，没有在更新。不是像女生吗？不一样。这个神秘的，往后拉，可是我的指甲拉不住它。拔出来，好无
动静，那要怎么下不来？哈，啊，对，那就快了，太滑了。去做指甲保养，这是指甲保养的问题。它就是，是不是我刚刚没有剪好？指甲剪它就是不会干净的，我没有夹子，不然我就用夹子。忘记了，现在已经太短，好吧，现在已经是拔不到的状态，真的太短。拔掉，这样长，其实它刚刚已经蛮长的，只是我拔不掉，太难过了。腰还好，也是没有，其实本来就在。你什么时候有觉得它变厚的错觉？这头发看起来比较黑，看起来比较厚。看看还行，是不是刘海长一点，眼睛看起来比较大？这边距离如果比较高的话，看来眼睛比较小。好，能下来一点比较好。
说不出来。人要推荐我 IG 的特效。美妆特效，雪饼雀斑，我要是不是要跟风一下？我没有用过。好丑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可怕。万花筒，透视的 X 光，好可怕！骷髅，骷髅。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为什么滑动病清触？什么清触哪里？触哪里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他在干嘛？我不懂，我不懂。雪饼要去哪一张？搜寻。有欸，雪饼，我的脸看起来好白。普通滤镜，熊猫特效，看看有什么奇怪。
怕眼睛哭。太白了吧？什么东西啊？太白了，这是什么？哦哦，过，这是什么？嗯，它现在，哦，现在是有特效，是不是？是性感风唇，魔幻。有吧有吧，恋人心，现在是有特效，我需要测一次。哎呦呦呦！No， 谢谢阿奇的香槟。哼。还有什么？超多雪饼，超级多。嘴巴也太小了吧。我没有嘴巴，但我的脸很小。这什么形状？超级超级超级！有看到差别，这里没有。它的磨皮很棒，非常之磨皮，非常之磨皮。就是它的小脸真的是太小脸，我怕我以后看到我会觉得我长得太丑。习惯了之后，没有滤镜活不下去。
你看到口红。哇哦，那个眼睛，大家有睡了，对。真的是很多这种差不多的特效，测。我要接受我刚刚的奇怪的现实动态。什么可怕的东西？满意的特效？没有啊，就是我刚刚奇怪的特效。有点丑。我又按错，一天到晚按错。这个雪饼。我看我没有丑的字。我有放一分钟，行きます。还没有上传。写字，我完全没有写字。有吗？18秒。四个。28秒。35秒，九个人，14个人，16个人，快分了，再七秒，一分钟了。
车好吗？不要留太久，不要留太久。OK OK。OK， 删掉了，很棒。没有突如其来的刺激。没有什么好的滤镜啊。放一分钟，放一分钟。手机不要关，就不会不见。No no， 错过了就没有了。呀。我把那个特效开到最大，啊！致敬，致敬雪碧。谢谢花生的猪猪你哦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。狮子座，谢谢包子送的。你是处女座，我是摩羯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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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可以跟你们分享封面，其他的话就无法公开。里面姑且现在到了这样子，哎，这边都是空的，很多指甲带跟贴纸没有哎，就是我上次买的那一些，就是最后我一直没有买指甲带，是因为其实我不太会用指甲带。所以一直买不下去纸胶带。我姑且虾皮的购物车里面放了很多贴纸，但是想说应该用完再买就好了，所以我还没有买。但空的装饰，我有的都是用贴纸，所以我现在放的很多都是纸胶的，没有错。这个很可爱，萨库拉。其实我对这种，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，它就是纸胶带。这个很酷，这是怎么样？它是可以撕下来，我其实不太清楚，看起来像是可以撕下来，所以看起来蛮可爱，看起来像是。撕得下来，就一片一片。10月10号，把别人的创意都卡光了。咒术回战，提虾出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是什么牌子。这也很可爱，它会闪亮，看不太到。弄得很好看欸，SSK 啊，没有影片，什么影片？买了雨伞，不是在虾皮上买了雨伞，终于买了雨伞，因为台风天，但是我根本没有用到，反正我就是买了雨伞。有挂钩，没有挂钩，后来买的没有挂钩。
是有看，我只有看三四跟日本的二，真是要挂钩比较好。因为有挂钩的雨伞看起来都特别的弱，就是感觉它很容易就坏掉。怎么挂？就姑且买的是塞得进包的，嘛，这算了。塞进包的都不太坚强，因为它，反正我就是随便进去，我就想说它好像蛮便宜，490，比那些日本什么伞1000多来说已经很便宜。他说。是那种很快就会干的伞，所以我觉得好像蛮好的。买了一个灰色的，路上很多卖伞的地方，没有在公司附近，公司附近卖伞的地方。撑得了10分钟，是不是撑不了10分钟？还在充电器。那我就拿包包去比较，没有耶，反正但塞得进去。现在写阿华的梦幻新著。为什么突然黑黑的？指甲黑。谢谢妈说的猪猪油。谢谢维林的，我是处座，我是摩羯座。最近呢，最近除了练习，没有什么特别。我的手黑，不知道还是眼睫毛膏还是什么东西。突然，
最近还做了什么？最近看，也不是最近，日本一直有。最近很忙，就是练习而已啊。最近看啊，日本不是有很多那种测验还是？肤色跟什么身材的类型，我一直很好奇。可是台湾是不是没有在测这种东西？只有日本。明天你说那个 run 星光雨，那个叫做什么？Honey 怎么念？谷歌不会念日文，就是很多那种临时要找不到。心理测验，这么神奇的东西，我查一下叫什么。对，Honey， 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念。Honey， 这是 Straight Wave Naturally。就是现在日本很流行这种东西，看你适合穿什么衣服这样子，还有什么？你的肤色还是什么？Personal color。帕索纳鲁卡拉，这样子。好像有四种类型：黄色秋天，黄色春天，蓝色夏天，蓝色冬天，适合什么颜色？很好奇，但台湾是不是没有这种测验？量身打造，我只能等哪一天看有没有女粉丝刚好是
学美容的这样子，可以告诉我。帕索纳鲁。输入名字然后跑出来，对，不是认真的。好奇我是哪一个，因为这样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哪一个。他的成绩没有，就只是想知道一下。色适合穿什么颜色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我看不太懂，很深奥。但是最近就是很常会有这种，酷。对啊，就是很好奇啊，就是很好奇，很好奇，很酷，你不觉得很好玩吗？这应该就是给别人看的东西。看血管是不是？血管是蓝色、紫色的话，就是蓝色；啊，如果是绿色的话，就是黄色。但我还真的认真看不出来。这应该是蓝色，应该不是绿色，是绿色，应该是蓝色或紫色。Blue Bay, Ye Bay, 但是春夏秋冬就看不太出来。蓝绿色，所以就说很难嘛。你看这个，谁知道我的眼是什么？这样我自己看怎么看出来？血色，没有什么血色，没有什么血色。静脉研究的环节太难了，这个东西找第三者，这个应该要专业的人才看得出来。
反正一定不是 A 就是 D， 一定不是 B 或猪，那我就选。C， 乱选。头发不是 A， 也不是 B， 不是 B 吧？那就 D 好了，也没有到 C 那么浅吧。应该没有这么浅吧？但也没有这么黑。先过。つやがある柔らかい。什么意思？つやがある柔らかい。所以我头发不柔らかい。つやがある。他只有黑，他只有一个黑，他只有一个黑。他一个是深咖啡色，一个是黑色。我其实没有到很黑吧？怎么？我不太对。好，等一下再说。先选 A、D， 眼睛的颜色，眼睛就是黑色啊。黑色。コントラストははっきりしている。什么意思？コントラスト是什么东西？はっきりしている。应该是 AD 那个吧。嘴唇的颜色，啊，不知道。A 或 C 吧。谁嘴巴有这么粉红色 ？C 吧。C 吧。金色或银色哪个比较适合我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金色或银色，大家觉得呢？金色还是银色？我其实觉得差不多。金色还是银色？银色好像比较好，我戴黄色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怪。金色好像哪里怪怪。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耳环看不太出来吧。啊！金色。我是适合金色的人吗？我好像不是去适合金色的人。银色，我要看我刚刚选的是什么。需
我写一下，写一下刚刚的答案。以为是什么头发？我看一下，我刚刚这个是选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应该是我选的是 C 吧。应该是 C， OK， C， 头发是 D， 好，黑色吗？黑色，发质的话是，应该是算有光泽吧，有光泽，也没有到牙哇拉开 ，A D， 眼睛是黑色，眼睛是黑色。这个我真的看不懂，反正应该是比较黑的那一个吧。A D， 嘴巴真的是看不出来，我猜应该不是 D， 不是 C， 就是 A， 要么就没有颜色，要么就有颜色。D 也是没有这么黑啊，我现在只有护唇膏。A 是完全没有颜色，现在已经没有颜色。其实它的粉红色。B 或 C， 接近 B， 我玩的就 B， 哈哈，我会很容易有。血色吗？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血色的，我的任何地方都不像是会有血色，没有任何粉红色可言。那我就选没有血色的那个。这个是银色，银色是不是？但我 D 比较多，他说是冬天蓝色，明明就红红，没有，我是现在有化妆，下课了。看不太出来呢。冬天穿蓝色不是说在
大家可以去看看，研究一下。啊，干不太出来，无法理解。那就当作是这么一回事，希望有一天可以解决这个谜题，应该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谜题。啊，那这样的排名，谜题，这是一个谜题，很大的谜题。嗨嗨，今天的第十名。诶，今天第十名。这边都同样 ,999。谢谢999的各位。谢谢 Marshall。谢谢 Marshall。谢谢 Marshall。第十名。同样，谢谢林果，谢谢林果。谢谢林果，再来是十一，谢谢十一，谢谢十一。再来是法兰森，谢谢法兰森。F F 不会比。F 要怎么 ？F， 嘿嘿。六七第七名，哎，会给用啊！第七名，第七名是阿奇，谢谢阿奇，阿奇，阿奇。第六名是志宏，谢谢志宏，谢谢志宏。第五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第四名是周，谢谢周。周。谢谢周。第三名是包子。谢谢包子。第三执着的，第三执着。第二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花生。第一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花生要算在 P 吗 ？P。谢谢林果，林果不见了。
谢谢大家。大家，你够胖起，记得要买鲜血针。拜拜。